为何我越接近时而死亡。原来一路听住细个陪住我大嘅黑胶唱片咧，细个嗰啲回忆真系翻翻晒嚟。尤其是系读中学嗰一段时候啦，即系我哋嘅八十年代，好多当时翻学嘅片段啦，去街玩嘅片段啦，听咩音乐啊，嗰时兴着咩衫啊，又或者一啲日本嘅偶像啊。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八十年代。咁啊，当然如果是中学嘅时候，当然唔止得我同你讲啦，我会揾埋我当时中学嘅同班同学，大家都认识嘅恩葵。咁啊，不如讲下八十年代嘅音乐啊。好啊，同我一起分享一下我哋中学时候嘅嘢，开心嘅嘢。无知都要靓噶嘛，佢哋真系靓噶嘛，或者唔开心嘅嘢。我哋唔做啲唔開心嘅嘢，係咪好期待我們的八十年代呢？咁就記住留意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或者叫多啲朋友訂閱我呢個 channel， 撳埋個通知嘅鐘仔。我哋呢一個節目一上架，你就會知道噶啦。記住留意咯，我們的八十年代。